接下来我们访问到的是宜章老师，老师能够自我介绍一下吗？大家好，我是阿章，那我是大大乐队的鼓手。好，那今天呢非常高兴来这个地方，然后我高雄人啊，所以来台南非常方便。 OK， 需要讲三维吗？不要三维。老师做演出的时候通常都是使用哪一些设备或是器材？我自己在乐团里面表演，我铜把是用 UFIP 的铜把了。那鼓的部分呢，因为我自己是 Sono 爱好者，特别爱 Sono。那我自己乐团的音乐是比较偏流行性的东西，所以基本上在表现方面也是平易近人，然后大家听得懂为主。老师的专辑之类的可以稍微简介一下吗？那个是我们自己乐团的，我们乐团叫大大乐队。那你可以在 YouTube 上面搜寻大大乐队，你就会找到我们的一些影片。对，那还有就是我们有贩卖我们的 EP 哦，那也可以直接到我们的粉专大大乐队的粉专，让大家可以买得到。那当然我自己也有个人的一个粉专啊。我自己粉专叫做鼓中作乐，那你要搜寻鼓中作乐这四个字应该就会找得到我了，这样子。所以老师活动的地区大概是在高雄、台南。对，没有错，高雄比较多啦，然后台南就是有蛮多认识的鼓手也在这个地方，所以偶尔会上来这边跟大家一起玩，这样子。我们谢谢宜章老师的分享，那我们期待待会的活动我们可以顺利的圆满成功。谢谢大家。